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，王一博和 HB 组合，真心换真心，去年就想合作，今年顺利成对。看街舞四这一季第一期的时候，只是觉得王一博队长有两下子，一抽就抽到大神了。两位大哥看上去也挺开心，运气真好啊，现在才明白真的是要自己足够优秀，这样你欣赏的强者才会欣赏你。原来上一届街舞王一博就被街舞圈大神 HB 看中了，想合作了。真挚强者之间的一些相互吸引，用专业赢得尊重，用真心换真心，真心换真心。 HB 好有诚意，节目中的那封中文信居然真的是 HB 组合两位老师自己写的，我还以为是翻译写的，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亲手信，情义无价。王一博队长的队员都是超优秀的，祝老师们中国之旅愉快，舞者们喜欢王一博。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王一博跳舞好，还因为他们能感受到王一博对舞蹈的热爱，加入一波王炸是快乐的，去年就想合作，今年顺利成对，一波王炸 boom。